方向拢定好啊！啊，好好好，阮二十分钟后到，哈、啊。行，刷拖，行行行，行。爸爸爸爸，郑少爷已经啉酒醉啊，有法度跟恁去刷拖啦。好啦，啊，你先吼，出来等下休困，好，咱咱来。郑少爷。服务生，拍摄，今日啊麻烦你搞我男朋友回去。拍摄，正常你起来啦。拍摄，祝红姐，若是要住恁的饭店，今日请你替我订一个。好，没问题。多谢。我提醒。戴轩如。李罗，郑上，你请啊。你哪会穿安尼？啊！你拄则把迄个地车刀破伫我身躯顶，所以我就想讲叫我穿衫。就，歹势啊！是我想买垃圾啊！啊，是你一直在照顾我。我是你的女朋友呢，若不是我来照顾你，是啥物照顾你？我先甲你讲哦，我自细汉到大汉啊，拢是别人咧照顾，这是我头一次照顾。所以啊，等你伫个话，就是要退的时阵啊，我就摕迄个塑胶袋。我跟亚军真正发生关系啊，代志真正愈不愈复杂啊。感谢各位贵宾来参加一品65周年的纪念酒会，等下有非常精彩节目表演。在节目表演之前，先邀请咱一品的大家长李高淑芬董事长上台，甲大家讲几句话。真努力，真感谢大家。时间过得真紧，一品经过65年的风风雨雨，还阁会用的一直坚守到这当阵。当然，这种真是爱真感谢在座各位厂商好朋友恁的支持、收听，也爱感谢所有的员工努力甲付出。在这，我深深一鞠躬。向大家表达我内心的感谢。虽然我嘛真希望会当甲遮个老朋友，也阁有员工共同进退，也毋过时代伫咧进步，带头的人应当都爱用少年人来领导，安尼公司才会当久久长长。而且我已经拼了40年，应该嘛，予家己放松啊。所以我决定要将肩胛头这个重担交予你家下一代，选择上届优秀、上届有能力的少年人来承担。拢知影，我有两个孙，李俊豪、李俊杰，因两个人拢真优秀，要对因两个当中选择一个来做接班人。要做这个决定，给我一个未来。俊杰，你免烦恼，我相信阿妈最后一定会选你的。现在我就要正式宣布，我所选择的接班人是你。